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今天太阳好大呀，我们现在去那个卖手机商场的路上，太热了。今天这个太阳好大呀，晒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手机用4年都没有换。我看网上很多网友说1年换一次个手机，只要出新款，他就会去支持去买。但是我们这种没挣到什么钱，也不想花这个冤枉钱，所以说能用就将就用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商场，我们去2楼看一下，看看卖手机的在2楼，上去看一下。现在来到这个华小米卖手机的这里，进去看一下。这是 OPPO， 这个是到了华为手机专卖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华为新款的 P30， 看一下。这个是华为畅享 9S 这款手机，这个9 Plus 这款手机感觉还挺大的，看上去手感还挺大，挺薄的。这个华为8G 的128G 的话5488，256G 的是5988，512G 的是6788。这个手机感觉手感还是挺不错的，价格就挺贵的。这个版本的话就是 P30， 这个就便宜点，这个3988，变到4288，256G 的是4788，两个是一样的。现在我在考虑是买这个 P30 这一款，还是买这一款。这款是哪一种啊？这第一个 Mate 20，哎 ，Mate 20 X 这个吗 ？Mate 20 X Mate 20这款，所以说还在犹豫中。现在这个 OPPO 专卖店看一下，对比一下。这一款是今年刚出来的，刚刚从手机店出来了，现在买两杯奶茶，坐着休息一下。手机看好了，考虑一下，过两天就买。来，美女，我的奶茶在哪里拿？这两杯是我们的吗？43号吧，上面。谢谢。奶茶已经拿到了，刚刚手机也看了，然后考虑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到时候过两天来买。现在看到华为、小米、OPPO 这3款，到时候看一下买这哪3款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